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，辽阔浩瀚的蓝色海洋，万千生灵在这里孕育繁衍，生生不息。他们曾穿越过漫长的岁月，未来他们将去向何方？他们是脆弱的，顶不住肆虐的风沙，经不起污染的空气，逃不过残忍的杀戮。他们也是强大的，在大漠深处，在湖泊湿地，在美丽的海滩，在陡峭的山峦，只要种下一颗种子，他们报以鲜花、果实、草木、森林，只要还一片绿水青山，他们就带来一座座金山银山。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，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唯一的选择。地球的远方很远，子孙后代的目光触不到，地球的远方也很近，我们就决定着它的命运。你想带地球去哪里？